四月十六号，港媒报周许瞻与黄欣瑜车内的一段亲密视频，知情人向该港媒透露，两人密交近两年。消息一出，震惊娱乐圈。大家都知道，许瞻与太太郑秀文分开再结婚，经历了25年的长跑，印证了唯独你是不可取替的真爱。不过，自从结婚后，郑秀文却鲜少晒与丈夫的合照。不过，在2019年3月的时候，郑秀文却罕见的上传一张自己与丈夫许瞻的合照，并表示人生首次被侦查，觉得有点紧张，不知应该说什么，更加不敢乱笑。在文中，郑秀文还聊婚姻，表示人生总有很多的第一次以及唯一的一次，例如婚姻。喝过这一杯茶，明也提醒自己，婚姻来的不易，每一对 couples 都务必珍惜和努力守护。明一直认为，婚姻本身并不提供爱，是彼此之间的爱滋养着婚姻，是彼此的努力，是彼此之间的不分彼此，才能使婚姻有血有肉有生命。婚姻是无形，但相处是有形。婚姻中每个阶段也是一场场终身学习，我估计没有捷径，只能一步一步经历，才能真正体现一步一生的幸福。